亲还是变变干儿子了？啊？主要是养乌龟是一个个人兴趣爱好，就养它嘛。没想到疫情会那么长时间，我们没想带回家，而且不吃东西也没事，然后就开起来就这样。什么时候养的呢？好久了，真的好久了，好几年了。那才之前，当时看到乌龟的时候有点懵了，真懵了。天天很难受啊，毕竟养那么长时间，我平时都抓鱼给它吃，抓活鱼给它吃，全不喂死鱼的。那现在这个乌龟是怎么处理的？我想把它做成标本，不能让它入土。